Nintendo Switch 是一部家庭游戏机，连接电视开始游戏，把主机从 Nintendo Switch 底座取出，无缝的显示游戏画面。只要安装左右 Joy-Con， 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继续游玩。Nintendo Switch 的目标是成为可以自由转换游玩模式的游戏机，现在目标完成了。TV 模式，一边看着电视画面，一边使用 Joy-Con 游玩的电视游戏模式。把 Joy-Con 从握把取下，以舒适的握法拿着游玩。横握 Joy-Con 可以两人游玩。手提模式，把左右 Joy-Con 安装到主机，可以把它带到任何地方游玩。利用 USB Type-C 插孔，还可以一边充电一边游玩。桌上模式，将主机背面的支架拉出，取下 Joy-Con 游玩，可把一边看画面一边游玩的电视游戏体验带到任何地方。把 Nintendo Switch 连接上网络，就可以和远方的朋友通讯。透过邻近主机通讯，可以无限连接最多八部 Nintendo Switch， 享受游玩的乐趣。Joy-Con 内置陀螺仪感应器和动作感应器，利用动作、倾斜等实现直觉化的操作。另外，配备能做出高精度震动的 HD 震动，可以重现触感，感受前所未有的现场感。右边的 Joy-Con 配备了动态 IR 照相机，能测量与物件的距离和物件的形状，实现新的操作方式。右边的 Joy-Con 配备能对应 Amiibo 等 NFC 读写器，另外配备能轻松拍摄游戏画面的拍摄按钮，宽阔易按的 ZL 键和 ZR 键，内嵌的 R 操控摇杆，只有取下 Joy-Con 时才能使用的 SL 键、SR 键等。Joy-Con 虽然体积小，但却拥有各式各样的功能。Nintendo Switch。